我们刚刚看完了两个非膜状构造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要来看膜状包器当中的单层膜状包器。那首先在讲单层膜状包器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澄清一下什么叫做单层膜。其实呢，所谓的单层膜呢，就是指有单一一层的纸双层，也就是在这里写一下单一一层的纸双层。所谓的单层呢，并不是指说只有像这个单一只有这样子一个零纸值而已，它呢还是一样双层的零纸值，我们这样称为一个纸双层。 OK， 只是说呢，所谓双层单层膜的包器呢，是只有像细胞膜一样，这样是一个单层的双层膜。 OK， 这是一个单层的纸双层，听起来有点拗口。但是呢，像这个细胞核的核膜，其实这个细胞核的核膜呢，它是有两层的这个零纸值，也就是它的这个图形看起来会像是这样子，有一层的纸双层。 OK， 然后呢，这样已经有一层咯，然后它下面还有再有一层。 OK， 像这样子的状况呢，我们才称为整个叫做双层膜。 OK， 也就是它有双层的纸双层，听起来很拗口齁，双层的纸双层。总之呢，我们所谓单层膜的包器呢，就是跟这个细胞膜一样是一层，但是呢这一层里面呢其实是一个纸双层。好，我们澄清完了呢，我们就赶快来看我们的这个单层膜包器有哪些。我们的单层膜的包器呢，包括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呢，这个单层膜的包器有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内质网，这个呢非常的有趣。内质网这个包器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形态、它的形状。那基本上呢，它是这个扁平的囊状，就像是一个扁平的袋子一样，好像是旁边这个有没有扁扁的扁扁的，然后呢又有一个一个的袋子这样子。那或者是呢，有的呢到比较远端的，你看到这里的呢是所谓管状的这个构造，像是这个管状的管道，有没有？这边就是比较是管状的样子。那它的功能是干嘛呢？它主要是呢要协助这个细胞内物质，协助细胞内物质的进出。好，我们应该不是讲进出啦，应该是协助细胞内物质的运输。进出的话就有点会跟这个细胞膜搞混了，就是细胞呢的里面的物质呢，在细胞内运输的时候呢，会有需要呢借由这个内质网呢来帮忙。那我们把这个字稍微擦一下，我们写清楚一点，是协助 OK 细胞内物质的运输。那它呢，这个细胞内物质的运输的这个内质网呢，其实我们看回去一下，我们会发现呢，它呢在细胞内呢分布的呢还蛮广泛的，有没有？你看这整个细胞质这边都有内质网，这里也是，那这边呢则是平滑内质网的部分，所以它的分布其实是非常广泛的。好，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内质网呢，我们就知道分成两大类，一个是所谓的粗糙内质网，而我们都讲过，之所以叫粗糙的原因，是因为呢它表面附有这个可以合成蛋白质的核糖体。Okay， 所以呢就是将这个核糖体所合成的蛋白质呢，加以什么修饰哦？加以这个修饰，这个"其"指的是
核糖体哦 ，OK， 将核糖体所合成的蛋白质加以修饰，并由这个呢，则是指内质网 ，OK， 这个由内质网呢来做运输，来由内质网做运输 ，OK， 这是粗糙内质网的这个功能。那我们的这个平滑内质网呢，既然它上面没有核糖体，不能合成蛋白质，那它对蛋白质有什么作用呢？哎，也是一样，它可以虽然不能制造，但是它依然可以修饰蛋白质，而且更重要的是呢，它可以合成很多的脂类、脂质。尤其呢，我们细胞膜的这个重要的成分磷脂质，就是在我们的平滑内质网所制造的哦。哎，磷脂质，尤其这个特别重要。好。所以呢，第一个我们介绍的呢，这个单层的膜状包器呢，是这个内质网，分成粗糙内质网跟平滑内质网。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分成这里的粗糙内质网，跟这边的平滑内质网，平滑内质网。OK， 那这边是细胞核，上面这一粒一粒的呢，就是我们的核糖体。那我们再来看。细胞里面呢，另外有一个很有趣的构造呢，称为这个高基噬体。高基噬体，好，大家往回看一下我们这个细胞的图。那这个高基噬体呢，它常常呢看起来会像是一层一层这样子叠起来的构造。OK。好，这样一层一层叠起来的构造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基噬体，它呢的形态呢，我们可以说呢是大概这个四到八个排列整齐的什么呢？是四到八个排列整齐的这个膜状扁囊。OK， 我们写一下膜状扁囊。那它的周围呢，其实不止这些膜状扁囊。你看，我们看到有这些膜状扁囊之外呢，还有一些什么样独立的这种小小的、大小不同的这个囊泡。OK， 就有一些这个小小的囊泡。那它的功能呢，其实呢也是用来修饰、加工一些蛋白质啦。而且也可以帮忙运输啦，你看这个有箭头的方向，从这个细胞核的方向，然后到内质网呢，有一些蛋白质，然后呢再跑到这个高基噬体，所以呢有一些运输的功能。那它呢最后也可以分泌出一些东西啊，继续有分泌出一些囊泡跑出去，那或者是呢可以做一些储存的作用。那我们来讲清楚一点呢。蛋白质呢，从这个比如说这个内质网上面的核糖体合成出来之后呢，我们知道它怎么样。这个蛋白质我们用一个深蓝色线好了，它呢从这个核糖体合成出来呢，它会跑到这个内质网里面，然后经过内质网的运输，对不对？然后内质网运输呢，就会跑出来，继续呢到这个高基噬体这里啊，由这个囊泡呢送进来，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储存啊，还有修饰啦。那更有趣的事情呢，它可以加入高基噬体所合成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呢，是糖类。高基噬体呢，很喜欢把送进来的蛋白质糖化，所以呢，就会变成糖蛋白，形成这个糖蛋白的分泌囊泡，然后呢，再把它分泌出去，所以呢，这些糖蛋白就可以继续的呢往细胞外面去送。 OK， 就可以继续往细胞外面送。这个是呢我们高基噬体的这个功能。 OK， 我们在这里呢做一个切割，比较明显区分一下。好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剩下还有一个呢，这个单层膜状包器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，则是这个异包异泡。这个东西非常的有趣，好，那基本上呢，不同的异泡在植物呢、动物都有，不同的异泡内呢，就含有物质是不同的。那最主要呢，都是水。
那我们知道，通常植物呢会有一个大大的中央大液泡，所以植物的液泡通常比较大，而动物的液泡或其他物种的液泡呢，则通常都比较小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植物里面的这个中央大液泡，那它常见于呢成熟的这个植物细胞，可以甚至呢占到这个植物细胞体积的 90%。 OK， 那当然啦，它可以维持细胞的这个形状。那更重要的是呢，空间竟然这么大，就像是一个仓库一样，所以也可以储存物质，比如说像是蔗糖啦、脂质啦、水解酶啦，还有一些有毒物质，甚至呢有一些色素，比如说花青素。大家有没有看到旁边呢？这里有一个显微镜下的图。其实呢，这个我现在画出来的红色边界呢，就是植物的细胞的边界，可能是细胞壁还是细胞膜。那大家会发现呢，里面呢，这细胞应该这就是细胞质的地方嘛。那有一个特别，我用这个蓝色框起来，这里面是粉红色的这个地方呢，其实就是这个植物的液泡。其实呢，它就是这个植物的液泡。那它为什么会这么的粉红紫色呢？因为这里面呢，就是有这种色素，像是花青素之类的，所以呢，它的这个液泡呢的这个形状呢，跟边界就会特别的明显。OK， 这个是植物的中央大液泡。不过呢，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刚刚说液泡不是只有，其实不是只有植物有，只是植物的液泡特别大。那其实呢，像是有两个名词，实泡或者是伸缩泡呢，其实也都是属于液泡的一种。而这种实泡呢跟伸缩泡呢，特别是常在这个原生生物啊，这种原生生物里面会有，比如说呢这个阿米巴原虫，或者是草履虫，他们呢吃东西呢并不是靠嘴巴，因为他们没有嘴巴。像这个阿米巴原虫呢，它就会行这个变形运动，所以这种原生生物呢，像这个阿米巴原虫，它可以行这个变形运动，然后把呢它的这个细胞呢形成一个尾足啊，把这个整个呢它要吃的东西呢给它包起来，最后包起来呢，在这个里面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东西，就是一个实泡。OK， 那这样的一个实泡呢，就是一种液泡哦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介绍三种单层膜的包器：内质网、高基室体、液泡，你都熟悉了吗？